这样我们可以看，我现在是选择绕一圈，看看能不能。我们是绕了一圈吗？好像是绕了一圈。这一关还有，我一直在拿手电筒在照，好像发现了麦格农弹药啊。不太清楚会不会有隐藏物品什么的，我猜可能是不太会有啊，因为之前我们的这个隐藏物品可能是我们主战役中的，这边的额外战役估计就可能就不太会了。像这边这个家伙。我们前进目标，逃离村庄，好吧？往哪儿逃呢？我跑这么快，不会吧？完了，我们任务失败了。好吧，这，哦，好像是只重新尝试，好吧，好像是只浪费一个啊，我以为是就直接全部没掉了呢。在我们的，好吧，重新来。像这个房间，我们之前有来过吗？好像是没有来过啊。这样不好意思啊，我是刚才是太着急了，没有想到里边还有啊一把 AK。我们的武器，这两把武器哪个攻击力高？AK 好像是自带60发弹药啊，这样我们把这个弹药直接拿上吧。这样还是换一下。貌似这个地方我们都是有武器，就是。拿武器没有什么用啊，必须要是一个纯前行，这样我估计就是直接使用小刀了，或者是撬棍啊。另外，我是要去注意一下，把我们的这个肉补给上。我天，太危险了！这样，这个人，我记得他之前是直接是跑海边去了。我，这是什么情况啊？
天哪。It was a list of islanders who had been taken away to the mines to become test subjects. When the old man saw it, his face turned white as a sheet. Irina, he whispered. It was one of the names on the list. I found out later that Irina was his missing daughter. $2,570之前是多少？没有记得，但是这个关真的是。我是确实打得不太好，第一遍感觉打得还行，结果第二遍，由于是在录像，是怕浪费大家时间，想去提速，结果倒不好了，这样就没有办法，毕竟是一个额外的篇章，是不想太浪费大家过多的时间。不过估计可能会比较麻烦吧，因为我们这篇章本身是来用来收集子弹的，结果是失败了。下一个篇章要是看一下。Can't blame him. Fathers are built to worry. I should have figured that out about my own dad a little sooner and cut him some slack. It was weird that I knew Irina's name, but the old man refused to tell me his. I think he was scared, you know, of losing something else. So I did him a favor and never told him my name either. Groshka was good enough.Deep down, I wanted him to ask. I didn't believe we would find his daughter, but it hurt that he tried so hard to be alone. So, let's go find out what happened to him. We 之前也是获得了。Those things are probably out of control. We better take them all out.哎，这么多人！天哪，不对，不应该肉搏的。这样，天哪！我是现在有点后悔啊，不应该。哇，这么多人，怎么打？好像有一个燃烧瓶啊，这样让这三个人集中起来吧。哎，两个人吗？这怎么打？这已经不上不下来，我不太清楚是卡住了还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这个人好像是狙击步枪子弹比较多啊，我们直接狙击吧。都 miss 了，但是我又 miss 了，这是直接，这好像是一击毙啊，好像是的。这样这个地区我猜我可能是过不去了吧，因为没有任何的补给品啊，就是没法补我们的肉，主要是为什么这么难打呢？我的问题啊。不好意思啊，重新开始一遍。地上的红色什么块可以用，哎，我是又浪费一块肉吗？天，这个人的脚实在是太难打了。而且这么近打，好像是我们 AK 的攻击力比较低啊，这样换手枪吧。天哪，这个追击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药了。我现在好像可以奔跑，哎，哇，什么都没了，真的是，我估计可能甚至是直接失败，
我天，我不要啊！这个人天，好吧。这样其实我觉得，要是 NPC， 当然可能我这是可能有点赖 AI 啊。NPC 假如说他的作战能力能跟我一样的话呢，起码是我现在感觉上他是有点累赘，就是我需要不停的去，你看他倒地后我也是不得不去浪费一些物品什么去救他。这个我们现在没有药啊 ，NPC， 这怎么办？不好意思啊，我打法也是不太对，我现在才意识到应该用 NPC 去狙击，但是这操作真的是他已经快死了。另外 NPC 的为什么子弹一直是不是满的？我的血量我是很不乐观，但是有一个绿色草药，还剩两个敌人。不好意思啊，是打的不太好，一直忘记了就是切换 NPC， 然后对敌人软件攻击。你给我感觉好像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作战力似的，给我产生了一点错误的印象。是，确实我有问题，但是这个游戏难度确实比较高啊，我是没有办法。好像这么打，好像他上不来吗？好像是上不来啊！他上不来的话，我们在这儿一直这么打了。貌似他上来了。叫我们分开，哎 ，Mora， 你能不能去那边？好像是死掉了，这么容易。这样还剩一个重试的机会，我们。我们怎么走？
哇，这么多人要打。这样我之前猜测啊，猜测就是那边有一只，就是一只怪，好像就是那个人吗？有可能啊。我不应该浪费弹药的，我觉得先把这只杀死吧，这样我们直接用手电筒照了。这人没有用吗？好像是没有用啊。像 NPC 我应该是有一个就是让 AI 控制的时候他们不费弹药吧，我希望这个招能发动啊。现在他有15发，这边也是没有。好像还是浪费了，可以看是浪费了3发弹药。还有绿色草药，先把血加满。这样我是不浪费弹药， NPC 要是一直这么浪费的话我也是没有办法。总之现在我要做的就是非常的小心，浪费多少时间我也不在意，因为我现在还有一次的重试机会。这个地方好像是找不到任何的小动物之类的，什么声音？哎，我想肉搏的，但是一按鼠标左键就。应该都死了吧？NPC 是没有反应了。这什么情况？他快挂了，我们进来吧，进来。对，这个地方太烦了，怎么能直接肉搏，但是不跳出去？好姿势。哎，这后面怎么来个人？又获得麦格农弹药了。好像 NPC 是这回是正式没有子弹了。这地方比较狭窄啊，我是不太想浪费就是去冒这个险。这还剩四个是吧？还有三个，我估计我们打到还剩两个左右吧，还剩两个。这个应该是残血啊，暂时先这个样子吧。Thank you.
然后先把这地区先探索一遍。主要任务目标现在是去找小动物。这边是死胡同吗？好像是死胡同啊。这边可以过去吗？哎，可不可以把我扔上去？那个门我就不开了，感觉不开门的话，怪好像是比较二。这好像是过不去啊！目前我记得能走的地方，我们已经都走了，应该是都走过了。打屁股。这个是零了。我们啊，好像是自动往前走啊！我还说呢，我们往哪走呢？他是没有子弹了。我希望能有一个更加便迅速的使用物品的方式啊，我也是没有发现。这地方其实刚才应该用燃烧瓶，但是实在是没有。哇，这么多人，我怎么打？有点太我天！这是哪儿打过来的？哦，这个上边，天！这个人为什么怎么打都没有用？我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就是这个让 NPC 不消耗弹药的技能没有发动，写的是由 AI 控制的时候不会发动啊，难道说这个没有用吗？
现在写的是还剩余13个，但是目前我是没有发现更多的敌人了。我为了保险起见呢，我看下你的血量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啊。但你怎么不上弹呢？我先把这边的东西收集一下。另外，我也是没有看见一个小动物。好像有一个在那边躺着。我觉得还是这么，你不要再浪费弹药了，好不好？好，他刚才是又打了好多弹药啊！我刚开了，我在我控制的时候只开了一枪，都没有弹药。NPC 也是又没有，又自己吃了一招，又给是浪费我一个草药，是不是？这那边又来了一个大的，投掷物品也是没了，我们还坚持得住吗？我麻烦你不要开枪了，好不好？你还有三发子弹，这怎么打？哇天哪！一枪还打不死。还有一枪啊，这一枪我估计打远处的这个敌人吧，他好像没有挨就是没有激活啊，没有激活的话先不理他了。杀人！你还有一枪是吧？你这个敌人不会爬上来吗？这样还剩七枪，这边能不能过？能不能进去？好像可以啊。我得到了十五发的步枪弹药，一个火箭筒。我是没有早点发现的，但是还有七个敌人啊，我估计这个我要等一等了。哎，有点不妙，就是敌人在。我让敌人跳下来吧，跳下来后呢，我们直接上去。哎，我理解错误了，我以为这个游戏中我们上台子是没有。我以为是无敌的。这样只能是希望 NPC 你能不能快跑，不要在那傻站着了，我天。把弹药给他，然后估计就让你远程输出了。
我不要废子弹啊。你换手枪好不好？不要，你换手电筒。我，好吧，这我怎么打？技能设定，哦，写的是 Claire 和 Barry 在由 AI 控制时啊，这样可能是不影响我们的这两个 NPC， 但这个也太难打了，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吗？好像是不可以。